今天我们来分享这一首老狼的经典代表作《同桌的你》。这首歌呢非常简单，马上示范一下，千万别走开。前奏的部分呢有代表性，非常适合初学者来演奏啊。所有的和弦都已经标在了屏幕的上面 ，C 调指法。左手呢有一个横摁的 FM 和弦，对，它是一个离调和弦，尽量保留它的感情色彩。如果不会的话，把它改成 F 大西和弦是非常可以。对，右手呢是8/6节奏，就弹成根3/2/1/2/3，哎，弹六下6/3/2/1/2/3 ，F 是4/3/2/1/2/3，对 ，G 呢是6/3/2/1/2/3，非常简单，带着好听前奏，完整示范一遍。喜欢我这一本每首歌都带好听前奏、好弹、好学吉他谱的同学呢，可以点击下方精简普及，里面有183首经典老歌。明天你是否会想起昨天你写的日记，明天你是否还惦记曾经最爱哭的你？老师们都已想不起猜不出问题的你，我也是偶然翻相片才想起同桌的你。谁去了多愁善感的你？谁看了你的日记？谁把你的长发盘起？谁给你做的嫁衣？你从前总是很小心，问我借半块橡皮。曾无意中说起喜欢和我在一起，那时候天总是很蓝，日子总过得太慢，你总说毕业遥遥无期，转眼就各奔东西。谁遇到多愁善感的你？谁安慰爱哭的你？谁看了我给你写的信？谁把它丢在风里？